资团体哈，那包括蒋渭水文化基金会，然后台湾政府营纪念协会、台湾文资守护联盟、台湾抗日亲属协进会，那全台的那个刑务所文资关怀联盟，然后还有互助团体，就是说南港瓶盖守卫队，还有台湾互助团体联盟。那今天因为很多文资朋友大家都非常操得很凶，所以我今天就带帮忙那个文资团体来主持。那我是互助，互助联盟的潘汉江哈。那今天，今年刚好是甲午年哈，甲午年就是经过了从1895。甲午战争，然后台湾就是割让给中国，割让给日本之后，那这个日军守城的相片哈、就是在这里。那之前已经率领两次哈、攻打台北城，那个先烈哈、那个简大师先生也是在，就是说在那个南门旧监，那个就义哈、那简罗福兴先生的苗栗事件，那前几天马英九先生，马英九总统有到苗栗去纪念他。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场域，就是昨天就是他得年28岁，那百年忌日哈、那他是绞刑在这个围墙前面的刑场。那所以接下来等一下我们就是以肃穆的心情，跟这一些我们之前这些先烈哈、这些先贤。我们一起就是说做一个哀悼跟纪念。那我们知道，我们百年来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一些前辈哈、其实不只是我们知道说后来的，比如说景美监狱，比如说绿岛监狱，比如说连中正纪念堂哈、这些都有纪念的价值。但是在更早从抗日一直以来的第一代、第二代的民主自由的这些。并没有做到那个好的纪念。那我们最近有城墙史的出土，那是更早了，是台北城130年。那我们呼个口号，那我们就献花哈。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容青史尽成灰。重启文资指定。重启文资指定遗址。重启文资指定遗址。华光开发立即停工。华光开发立即停工。再喊一次哈、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容青史尽成灰。重启文资指定遗址。重启文资指定遗址。华光开发立即停工。华光开发立即停工。那我们就依序跟。就依序献花，那是不是请尤美玲委员先？啊，阿茂老师，那个罗女士，那个，不然先请那个罗福兴先烈的后代那个刘幼宁女士，刘秋昭女士。跟我也。就一起，各位就一起。先烈们都在看你们，为了民族尊严哦，而且还有那个。不只是白色恐怖哈，那个还有Michael 哈，是在中战之前的那个美军战俘哈，也是在这里。好，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献花。
那我们就请阿尔斯阿妈老师，阿妈老师就。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代表这个台湾无知守护联盟哈，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说整个台湾地方文史工作大概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好，就看到整个文化资产保存运动的一个很大的挫败。那这个挫败来自于文资法虽然定在那个地方，可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境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在非常多的地方都开始展开这样的运动，所以今天来的大概不只是华方的朋友，还包括很多这段时间整个至少台北都会区有二三十个伙伴，大家在每个自己的岗位上做一些抢救的工作。那我想华方的朋友在过去这段时间也成为整个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典范，因为它不只是关注在过去这些居住的人权，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当这个东西还在努力，怎么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未来能够有机会把它安置在这里。那第二个是有关文化资产保存的部分，那我想在台北转型过程中这个特别需要来重新整体站出来，怎么来想一想到底文化资产保存是来干预整个华光的开发，还是说文化资产保存是让我们去思考台北其实有另外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个发展的方向不是房地产，不是shopping mall，而是怎么样带动地方让人在这里可以很好的居住。在这个很好的居住过程中，我们去看到过去这里的历史的种种。所以今天大概分两个部分来跟各位说明这段时间所观察到第一个部分大概从所谓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我想今天这个照片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个刑务所的遗址，这个遗址的故事不是从刑务所开始盖，而是从整个台北城的城墙被拆毁的故事开始。到这边我们看到，这包括城墙不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还包括底下所看到。那以至于中国或者是台湾开始进入到一个所谓近代化的一个过程，那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从过去的这个封建到现代化的过程，这么多的先烈为这个土地为这个地方来牺牲。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刑务所旧监这个地方应该是台湾第一波所谓民主运动的一个开始。那我们看到最近绿岛人权园区景美甚至中正纪念堂，他把台湾整个民主运动拉到近代，那如果缺了这个第一块的话，那其实台湾整个民主运动的历史就缺了一个很大的部分，而且这一段是最惨烈的。我想当台湾史慢慢被关注的话，这些先烈先贤其实他曾经走过的路，他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城市的历史，它超越了我们今天所看到一些物质的城墙的部分。我想东西物质只是来见证这个历史，那随着这个城墙让我们去缅怀这一段历史，这应该把它给记录下来。所以我想这个古迹在很多朋友陆续发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开始进入到第二个诉求，就有关文资保存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地方政府的过去的作为是非常的不堪，那华光只是这里面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华光这一个台北旧监的刑务所，其实它不是一个墙壁，它是一个园区，是一个很大的园区，是一个配套，有围墙，有监狱，有官舍。那文资指定成古迹，照理讲应该去找这个城市的历史，所以它不是一个物，不只在一个城墙，这个是从那个清朝的围墙拆过来。重要的是这个围墙它在这里开始经历过一段，包括台湾整个发展史这些先贤先烈在这边所受到的一个责难死亡，这些东西在这里都发生，所以这里所见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那怎么会把这个古迹只是在谈南城墙北城墙，那官舍也指定一半，这个其实是很违背所谓文化资产保存的。我想我们看文化资产保存不是一个物，不是因为这个石头有多久，而是因为这个东西放到这个城市之后，它让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第一点呼吁是希望啊，台北市政府能够啊重新整合的去看这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哦，重新再来指定，哦，因为我们这些朋友花这么力气把这些历史的资料，透过非常多的，等一下也介绍非常多的朋友，哦，他让我们这个故事让台北变得丰富起来，这些种种的经验，哦，这值得台北市政府应该重新来做这样的一个重新指定。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文化部会特别关心到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地方政府不作为已经造成整个台湾国道台湾委对所谓文化资产保存法的不信任，那每次都是需要荣誉台出来巡一次才能够让文化资产保存能够回到正轨吗？那这样的话整个国家的机制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那第三点我会提到说，其实台北市政文化局代乎职守，为什么？因为依照文资保存法，当这个地方指定成古迹之后，那台北市政府应该启动一个研究叫做保存计划。那这个保存计划它会开始去看到这个古迹，它不只是这一道墙壁，包括它的范围怎么样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个土地上去做一个描述，所以它会开始定哪些是古迹定着，哪些是古迹的周边，哪些是可以被体验，哪些是可以被经验，哪些地方应该扩大保存，哪些地方应该用历史的轨迹的方式把它做一个呈现，这个叫保存计划。依照文资法，台北市政府代乎职守，他没有马上来启动这个部分的一个计划，可是我们看到开发计划已经进来，好，开始在拆一些台美经过认定的一些这个有价值的，我们觉得非常有价值，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开始被毁灭掉。那这个其实会让我们看到说啊，整个台北市在执行啊有关文化资产保存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粗糙，没有立场，哦，他只有依照了啊这个中央说这里要作为啊购物中心，作为金融中心，哦，不断的变更，我们大家还不晓得他要作为什么的一个空无的计划而开始来动工。那当有一天我们终于逐渐的更多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要保存我们要纪念的东西就不见了，哦，这个大概是我比较啊从一个整体来看觉得啊华光在这个时间点，哦，对台北市政府有关文化资产保存的工作，对文化部在执行监督有关台湾的文化资产保存，我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关键，哦，那希望台北市文化局能够尽快的把这个保存计划提出来。那另外一个是文化部应该仔细的看台北市政府的作为，哦，如果他偏离了，目前其实已经偏离，他就应该依法代为执行，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诉求，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有两位先烈后人，那我们就先请罗福兴先那个后人那个罗秋昭老师。我们说历史是一条线，我们生活中若没有历史的话就没有文化，没有历史记忆中就会消失很多值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刚才站在这边我很感动，因为听说这个门就是当初监狱里面那些为了民族为了台湾福祉而牺牲的烈士们，可能就从这里横着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见当初在这里的被关的或者被绞死的啊为国牺牲的，基本上来说这些人都是在维护台湾的尊严啊中华民族的尊严，他们牺牲。那我那一天来看，各位你们看一看上面的围墙，虽然这么斑驳这么样的看起来很有历史，但这种历史东西如果拆掉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些历史，人们就失去了那个记忆，就不会再记得过去啊为这块土地奉献的人。那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一些官舍，其实呢官舍下面的墙很多是台北城墙一块一块拆下来以后在这边盖的，那盖的时候呢这个侵略我们的民族他是用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态度来做，那难道我们把这些历史通通把它遗忘吗？
那我知道最近呢，台湾江属抗日协进会一直在跟郝龙斌市长请求说，我们能不能在台湾也盖一个台湾抗日纪念馆？如果中国大陆在北京都在盖台湾抗日纪念馆，而我们自己在台湾居然没有一点纪念的东西，我觉得这会让我们觉得汗颜。那我觉得这一排的官舍，基本上我们可以保留。听说上面的瓦也有它的历史，下面的砖也有它的历史。如果我们经过一些修整，然后变成一个台湾纪念馆，那我想这一条的那个官舍会变成一个在台北市来说一个观光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出国去看看什么，不都是看教堂、看名人的故居，是不是？我们那个山跟水哪里都差不多，所以就是保存那个历史。所以西方有人说，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人会愿意为那个民族付出，为那个民族流血流汗，这个民族也就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族。那我们看到前面这些照片，各位知道何止这些人？我只要说我祖父的苗栗事件，当初这边关了八九百人，后来380几个被判刑，在这里被绞刑的也不止罗浮星烈士，还有5个也在这里被绞刑，也是从这里横着躺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说，今天我们不能够只看钱啊 ，money 啊，只看钱，我们要有文化。如果没有文化，没有历史，它就消失掉了。啊，一旦这些历史消失，我们记忆也会消失，我们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我说这些烈士们就让我们觉得骄傲。我常常最近我们这几年最流行就是爱台湾。我觉得谁爱台湾？为台湾牺牲的人爱台湾。今天呢，我觉得在这边后面的这些文史工作者，他们真的爱台湾。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还心切，希望保留这些历史遗迹。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媒体能够帮我们传达这样的讯息，让政府重视，让我们保存历史，让历史变成有价值。那听说要朗读诗吗？留下的东西我可以讲一下哈。因为我祖父他受中国文化思想，我们的这个史记上有一篇啊，这个匈奴列传里面有一篇，这个单于很小的时候他继位了，很多人就问他说，有旁边那些大国想要欺负他们啊，就说哎呀，你们的马这么好，给我们100匹吧。他们说怎么可以呢，马是我们的国宝，打，要战争。小单于说，哎，马就让他吧。那后来邻国觉得，哎，小单于好欺负，就跟他说，哎，听说你们的这个土地那么，哎，你们的美女这么多，给个100个吧。大家说不行啊，这个美女后宫美女都是以后你要享受的。他说不要为了美女而让我们国家牺牲，让他吧。后来对方说，你们的土地那么大，让一块给我可以吗？这个小单于，哎，这个百官就说，美女都给了，马也给了，我们那个土地不毛之地就画一块也没啥了不起。小川一就很生气说，不可以，国土是不能让的。所以呢，日本在侵占台湾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烈士，也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要生活依我们的方式生活，不能依你们的方式生活。所以我就念一下罗浮星他的理想，国土是不让人的，为了国土的完整，为了同胞的福祉，不许为国牺牲。民国3年3月3日，罗浮星走上绞刑台时，最后留下两句话：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所以前天在苗栗有一个殉国百年纪念，我觉得很感动，也很感谢。哈，他在给爱卿的书中说：“灵魂驰回天地，护我民国。”在他心里存在的就是台湾这一片国土。希望住在台湾的人都能够享受自己的，依自己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享受这种福祉。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蒋渭水先生的，拿这边东西。蒋渭水先生，那蒋朝芬老师。这个地方啊，可以说见证了整个台湾反抗压迫的一个历史啊。可以说这个历史跟日本殖民统治几乎是同时期的开始，同时期的结束。那不但是如此，
那战后的白色恐怖或者228相关的相连的人士呢，也都曾经在这边入营。那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啊，刚刚所讲的不是光一个硬体而已啊，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化资产，这些都是可以激荡我们以后作为一个台湾文学创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我常在想说，如果这边能够整片保留，那在这里呢，把它弄成像在北京那个三合院啊，人家坐着那个车子哈，在那边绕，然后说故事。那我们这边弄个人力车哈，就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那个年代的人力车，然后呢，有一些人就坐在这个车上拉着，沿路这样讲故事。那这整个的那种情境是多么的美好啊！一个土地如果它的文化、它的历史整个被拔除，那只是跟它做个美容，那完全没有一个血和肉这样的区隔，又有什么用呢？像我们看看这些人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里不是光是关过蒋渭水而已啊，很多都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比如说简吉先生啊，他是台湾农运动的一个先驱者，他创立了台湾农民总组合，台湾农民组合啊，就是台湾的一个农会，一个总农会的意思啊，领导农民来做反殖民运动。像向赖和被称为台湾新闻学之父啊，那王敏川被称为台湾那个文化协会最后的一个委员长啊，那像罗文清也是，那不用说了啊。他说被砍头就像那个一阵风把帽子吹掉那一种的慷慨就义的精神啊。那林佑春被称为海兰学子、海兰才子啊。那个谢雪红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可能跑得最远的啊，而且是一介女流来做这种革命的运动的，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里面有太多太多代表性人物跟他的故事啊。那譬如说渭水先生在这边，他也留下很多的军旅文学。我常读他军旅文学，我非常的感动啊。他出狱的时候，台湾民报说他是在狱中增胖第一名啊。那我想说，那在里面一定是伙食吃得特别好吧？还是家人呢给他送东西给他吃，他能够变成狱中增胖第一名啊？台湾民报说他增加了10公斤，可是对照别人呢，别人是瘦了10公斤。后来我在他的录音机里头发现说啊，他说他吃的是6等份，监狱的伙食最差的一等就是6等份，因为依照工作量来给伙食。他说他常常饿得呢半夜啊梦见在江山楼吃大餐啊，然后突然醒过来觉得很惋惜啊。可是他怎样来度过这个监狱的日子呢？他说他如果吃到这个石头啊，饭粒里头的石头，他就把它咬破，这样可以补充食物质。他说如果呢刚好咬到那个有蟑螂屎啊或者老鼠屎啊，他也舍不得把嘴巴里面的好的米粒跟他吐出来。他说这样会吃不饱，干脆把它吞下去好了啊。然后他在里面就是读书修身养性啊，然后在狱中创作文学，把他投到台湾民报啊，就这样子来度过这个日本人给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禁锢啊。我想像这种场域，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民族精神场域。我们常在讲，刚刚罗教授讲的爱台湾爱台湾，你怎么去激发它、激荡它，就是要有这种的一个场域，那让人家有那种临场感啊。像我们在大稻埕在做导览，这几年来也有成绩出来了，就带到现场去看啊。那一边有拘留所，这边有监狱啊，就互相对照啊。那边有南围墙，这边有北围墙，那边有北关社南关社，这边有北关社，都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场域的一个教材，把这边变成修复好了以后，然后变成展示馆啊，有太多的故事，展不完的故事可以来诉说啊。所以我极力的呼吁说，应该要重启文资调查，那再来谈这个整个的开发跟建设啊。谢谢。那我来练一下这个渭水先生在这边的哈，他创作了很多的白话文的监狱文学哈，他的入狱日记。那他也很幽默哈，用一些古文来讽刺哈。
那像这个1925年2月1日的时候，《台湾民报》同时登出三篇呐、啊，一篇是谎赤壁户，然后做入狱户啊，那另外一篇是谎春夜宴桃李元序做春日集监狱署序啊，那一篇是谎陋市民做劳舍民。那我来朗诵一下劳舍民：事不在美，有气则通；窗不在大，有光则明。吃是劳舍，唯无一成；既觉穿衣红，未觉穿衣青。谈笑有言尽，往来无单行。可以学坐禅，阅书经。无亲戚之会面，无朋友之交情。宋朝三字月，周公公也行。多人吟，何罪之有？这个在渭水春翁的音乐剧里头，殷正阳用闽南语把它唱出来，非常的好听。那这里有一张陆毅的照片，初一的照片，初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呢、啊，目前就发现两张了啊。像这个就是英雄照了，初一的时候造势的照片啊。那戴帽子的人呢，是早先被放出来的，没有戴帽的是最后一批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入狱的时候。放出来可以做英雄照，那第二次入狱的时候呢，那个怕他们有英雄照，就提早把他们释放啊，所以这个都是里头很有很多的故事在里头。那他们做的其实就是在狱中读的书，把它拿来当做椅子坐在那边啊。谢谢。那我们今天立法委员那个由美女立委来审员啊，他们怎么讲啊？我们说一个城市的伟大，不是它有高楼大厦，或是它有大的 shopping mall， 而是因为它有文化、有历史。所以我们看，不管是巴黎、伦敦，或是布拉格、布达佩斯等等这些的城市，即使他们都上百年，你看到它城市之大，但是绝对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它的文化的古迹保存得非常好，它的历史的故事让大家能够缅怀。所以今天我们的台北有存在着这么多的故事，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看到我们的政府完全无视于这个，一直想要把我们的整个一个台湾的历史完全的抹煞。所以呢，把这些的古迹，然后呢就是交给财团，然后呢就要去建所谓的大的 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能够代表什么？当然大家一直在讲说我们这个台北的象征101，台湾的象征101，你101还是有人会比你更高。所以呢，只有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古迹，它才能够是永远的，也只有它的故事才能够去感动人。所以南非这个他们的大和解，南非的这宪法法院是建在哪里？他们是建在他们的监狱的这个遗址上，而这个监狱呢，事实上就是当年曼德拉跟甘地被监禁的地方。所以他们为了建立这样的一个历史，把他们保障人权的宪法法院建立在上面。那今天我们的台北的刑务所，我们这整个一个古老的地方，甚至是我们所有的先烈为台湾这块土地丧失生命，为台湾的奋斗流血流生命丧失生命的地方，怎么能够就让推土机把它铲掉？怎么能够就把它建立起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 我们要的是这些的历史。所以在这里，政府的怠惰，今天身为立法委员，我们会在立法院会去质询，我们会要求文化部重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古迹，重视这样的文化资产的一个保存，然后去监督我们台北市的文化局，也应该把这些的文化资产，就诚如刚刚黄教授所讲的，文化资产不是几块石头，不是几一道墙，不是一个墙壁，它的是整个的一个文化，整个一个历史，整个一个故事。所以在这里，我非常感动我们的华光社区的居民啊。原来争取居住权，现在已经不只是去争取居住权，甚至是为这一块土地的历史、它的一个古迹、它的文化的保存而努力。大家共同来建设属于我们的历史，共同来建设属于我们的城市。我想在现在台北市长正在选举啊，正在推选候选的之际，谁能够看到这块土地的历史，谁能够知道这块土地的故事，谁能够保存它，谁能够让这些的记忆能够更鲜活的保存下来，他就是一个好市长。所以在这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努力，谢谢。
光明，邀我灵光快乐，这里面有我主命，因为你们都忘了我主。我主不是林主命，也就林朝栋的儿子。那么这里我看主啊，应该都跟我这有关系啊。然后谢雪红的话，他第一次墓来到我家墓的，那又随时我叔公罗无心，他的当时革命的时候，就是我祖父林继昌啊，进驻一万个敢死队啊。那么王冕端奈何就是我们文化协会，急急忙忙过来了，很喘哈、啊。那我现在稍微我今天必须要讲几句话是吧？因为我曾祖父是林朝栋，那么在1895年应该最后离开台湾动兵的统领，我们家很多兵啊都被抓来这里，比方说你们所知道的这个简大师啊，那后来的这个王罗福清啊，一切都是我家的。我再讲，我今天也不讲太多，急急忙过来的传太多，但是这个非常有意义哈、啊。我是雾峰林家第九代哈、啊，林朝栋的曾孙林广辉。好，谢谢各位，谢谢。那先，那接下来哈、啊，那个其实，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台湾战俘营纪念协会的何麦克哈、啊。那我简单说哈、啊，那个。华光里面有留下名字的，就是这些战俘，他们刚好是在中战之前，哦，差一点点，然后不然本来是中战胜利是可以有的。Good morning. I'm very happy and honored to be able to join the various other organizations that are.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join the other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Hua Guang Group, who are interested in helping to preserve Taiwan history. 我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一次华光社区他们组织的这一次的活动。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preserve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ies, of our cities, and our towns. In Canada, where I come from.And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historical sites such as this have been torn down, and then the governments later realize how important they were, and are sorry for having done so. 一个城市和一座城镇，就是保留下它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我来自加拿大，然后当初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老旧的地方，就是也有历史的地方也被拆掉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事后发现他们的重要，所以后来就是都感到非常的遗憾。They realized only too late that they had lost a vital part of their nation's or their cities or their town's history. 他们明白的太晚了，就是关于就是那座城镇他们当初所发生的故事，还有那些历史的。And at that time, it was too late to save it. And I lived in Taiwan for quite a long time, and as some of you know, I'm involved in the, as the directo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Taiwan Prisoner Society. The last 17 years, I've been working hard to preserve the history,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aiwan in the Japanese period, especially during World War II.就后来就是已经太迟可以救那些地方，然后我在台湾居住了非常多年，我一直在为台湾战俘营做了很多事情。他现在是台湾战俘营纪念协会的会长。 During that time up until just recently this past November, we've built 12 memorials around Taiwan, from Pingtung to Hualien to Taipei, Doleo, Tsinghuashi, of course, is very well known by you all. And it's been our honor and our pleasure to work with the Xinbei City, Taipei,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s in Pingtung, in Nantou, in Jiayi, in various other parts, to preserve this part of Taiwan's history.我们在从屏东到花莲都有战俘营纪念馆的地方，尤其像在金瓜石。
目前总共有12个 PWC， 就是战俘营的协会。And yet, despite the government support that we have for building memorials to the foreigners, to the allied 4,000 allied POWs who were held here by the Japanese in World War II, and the 430 who died, I see that the Taiwan, many parts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are not so concerned with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relics that involve all of Taiwan. 当初有总共有430个战俘，然后在这边死去了。那他们就是被日本人扶到这边来。他们其实对台湾当初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但是我们政府并没有想要说就把这段的历史以及他们存在这里发生过的价值把它记录下来。And so in light of the wonderful thing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all of the other many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s have done to help me with my work to tell the unknown story of what happened here to the Allied prisoners during World War II, I would really implore these governments to take a look at what they're losing by tearing down these historical sites, and as Ms. Lo said, or as a legislator friend said, to build shopping malls and hotels, which we have lots of, but we don't have very many more historical sites. 那后来中央政府还有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政府就开始重视这些地方，然后他也要求请他们去重现就是这段关于战俘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的这段历史，然后他并请他们去重视就是不只是就是历史，还有包括留下来的历史遗迹，比如说像在金瓜石啊，然后还有像在这块地方，然后像他就说比如说这里要被拆掉了，然后要盖 shopping mall购物中心，就是但是我们这些东西如果被毁掉了之后，你就再也回不来了。In 2005, we had a memorial ceremony here by this gate to remember the 14 young American airmen who were killed by the Japanese only 58 days before the end of the war. The Japanese knew they were losing the war, but they still executed these young men. The youngest was 19 years old. The oldest was 22.And that year, the brother of the 19-year-old who was executed just here down the wall underneath that gray building in what they called the killing ground, he and his two sons came to Taiwan. And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was very supportive, and they said, we should put a plaque on this wall to remember those men. And in 2009, we did that with the city government's help.在这里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死去。然后就是在那时候，总共就是有15名就是年轻的美国人在这边被处决，然后最年轻的只有19岁，然后最老的才22岁，然后在那边就是有个刑场，就是在他们在那里被处决的。在2009年的时候，台北市政府他们也就是非常支持说他们想要就是重现这段历史的一个行动。所以他就有说承诺应该要保存这一块地方。So again, our thanks to the city government for their help. And if they can help us 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 which is a memorial to those men for all time, which the whole world knows about, the same as the Prisoner of War Park in Tsinghuaxia. It's the only park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and it's right here in Taiwan. And so if we can do those kind of great things, thenWhy can't we save some of the cultural buildings? I know the wall is going to be saved, but some of these cultural buildings in the Huagong area, the Nankang bottle cap factory, other places in Taiwan that is our heritage, and we need to preserve it. 所以不只应该只保存这一块围墙，还包括就是这边很多历史的建筑他觉得他们也是都非常有意义的，还包括像我们现在在抢救的南港瓶盖工厂，就是说这个台北市很多相关的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都应该要被留下来。So in conclusion, before we look at tearing down more things, let's look at the cost involved.
not just the cost in money, but the cost to our history and our heritage and our culture. I've lived in Taiwan a long time. My friends call me half Taiwanese, which I'm very honored. And I intend to live 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I would like to not see these cultural relics, not only this row of houses here, but all over Taipei and all over Taiwan, rapidly being destroyed. We need to preserve these things for our future and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grandchildren. And I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this morning.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必须要想到的是，就是关于我们把我们的文化毁掉、拆掉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说是关于金钱的代价。那他觉得他在这边他已经住了非常久了，他自己被朋友称为说他是一半个台湾人，所以他非常希望说他可以看到台湾相关的有历史文化的地方，不是只有这些就是老房子，还包括很多地方他都很想去挖掘。那他觉得这些是可以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去缅怀，然后去知道说我们就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谢谢各位。那我们最后我们今天其实还有那个城墙史的出土的这件事情，那我们请台湾文资守护联盟阿贵跟陈妈妈用比较简单的概要说明城墙史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记者会后我们就到城墙史的地方给媒体，如果还要需要再细部的解说。好，大家好，就是最近大家如果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些有关城墙史再现的那个消息，其实是实际上我们从文献里头考证也看得出来，城墙史确实不只存在于华光的地上，而且深埋在华光的地下，包括这些所有曾经在监狱里头的建筑物，它的地基以及下水道都是城墙石做的。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城墙石它连接的不是只有这个日本统治时代的历史，其实还包括从它是1884年清朝所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百年的历史之中，这块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些人物，他们为土地的牺牲和奉献，那有形的这些文化资产跟无形的文化资产对应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历史，然后更满缅怀先人。我今天要说的是，就是如果电影《大道城》的那个主角他可以穿他可以回到过去，那如果这些为这些台湾牺牲奉献的这些先贤先烈们，如果他们今天从古代穿梭回到台湾，回到这边现在，我想他们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们会严厉的控诉日本那个时代的血泪的殖民；第二件事，他会严厉的指责我们这些当代的现在的你我，我们没有给这片土地，没有给这些先人应有的历史定位。好，谢谢。然后接下来我请那个阿贵讲一下。好，就是今年有三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台北建成130年，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日本制台的关键，是甲午战争的120周年，还有就是我们的台北监狱从南门的临时监狱的移到这边100周年纪念。那其实我们当年就是当年日本人进行市区改正的时候，他们把原本台北城的城墙拆掉，他们用来盖很多日本人的设施，例如说这边看到的台北刑务所之外，还有这个就是在东吴大学旁边的一个以前日本时代的很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机关，叫做陆军第一联队的第二大队的总部，然后后来变成那个后来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它这边变成就是白色恐怖的军统局的一个基地。那这些城墙史中用的地方，他们有他们本身的那个历史遗迹的意义，他们有他们就是当初一些负面人权迫害的一些历史的痕迹。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当初这个原军统局的围墙，它在2011年的时候还是很完整的状态。但是我们台北市政府，他们在2014就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为了要盖一个就是社福大楼，他们竟然把这个原本的那个城墙全部把它铲平了。啊，这个就很讽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台北市政府他们在这个月的月，他们在这个月稍早，他们才刚在大安森林公园举办的台北建成130周年的音乐会。但我们就要问我们的市政府，就是你对于这些我们台北建成的一些历史记忆这么的不重视，那你办这个音乐会不是很讽刺的行为吗？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记者会，我们就要求市政府一定要立刻就是重视这些台北建成重要的一些历史文化，我们要把它全部保留下来。
谢大家。感谢。那我们最后请那个萧文杰。我来自北投哈。那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以文化资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的北投车站在25年前被搬迁了，但是因为它还在，所以它还有机会回来。但是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是，以我们华光社区这样子的一个厂址，这样子的一个台北新务所是这样的厂址，包括这边的官舍，它一旦消失，它是没有机会再回来。25年前，文化资产的观念，并不兴盛，可是现在是25年后，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应该更注重的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另外，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是，台北市政府所一直天到晚在讲的设计之都，设计之都，我们要讲什么叫设计之都？我们的古建筑、古历史，难道不能跟新的东西一起并存在这边吗？难道它不能维护我们这边的一个场所精神吗？那我们今天讲到台北市政府一直处于在一个怠惰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在上次的文资审议里面，文资委员并没有走完全程。那在这种状况下，没有走完全程，怎么可以做文资审议？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北关社的一个时间跟南关社其实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一边可以指定一边没有？同样的样式，同样的建材，为什么？请台北市文化局告诉我。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开始看待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包括全台湾的一个文化资产大量的被破坏，从北到南，像今天我们看到护卫炮台的一个建筑已经超过炮台体，文化部说没有破坏。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用作家的龙应台，1985年的作家龙应台来再看了现在这件事情。1985年的作家龙应台告诉我们，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没有古迹，好，没有树叶里面的花瓣，好，那这个点我们大概是讲到说，在之前我们的龙部长在帮所谓的高雄城墙在讲话，今天站在同样的历史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也希望文化部今天必须站出来看待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古城墙，这样子的刑务所。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会跟台北市政府申请依据文资法第3条第2项有关于遗址这样的认定，再重启文资的调查，然后再针对于文化部文化部长龙应台，他1985年他写过的野火集，他说过的话是不是已经变成遗物了？是不是已经变成遗址了？我们把野火烧到文化部那边。那接下来我们就到那个，就是说我们今天记者会口语说明就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到那个清代城墙史那边。那今天有很多团体其实就好像战俘营团体之外还有南港瓶盖工厂，他之前还有做这些日军作战的这一些军舰的那个隔板还有阳明山美军眷舍这几个现在都在保存的都是文化资产，还有战争史，还有老树，所以老树、城墙史、文资这些都是紧紧的连在一起，都比我们久远，希望我们好好的保住它。那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那谢谢大家跟媒体朋友。那我们现在就往那边移动。那有人稍微收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去拍，就是。那个陈，大概要走五分钟，应该就没了。那就有一两位把那个东西收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往前走。好。请问那个来带小明还有可以明天如果需要我们寄相关的图片或什么？可以看新花线的在这里。等一下，等一下，就剩这个。看下面的陈老师，这个都是新花线。台北台大医院到当时的台北停车场这个部分，就用在其他监狱内的一些设施，就是说当时他们的树木是 OK， 然后还有他们的地间，还有他们的仓库都是石造的，然后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官舍的底下的基座也都是石造的，以及它的下水道都是台北城墙局所建。连这个黑瓦呢，我们从文献中得知，它是在1904年南门监狱时期，就是靠劳役这些犯人，也是一起烧制的，然后再搬到这边来。然后这是真的一个是非常一个血泪的殖民的过程。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谢谢。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珍贵的黑瓦。各位哈、哦，你可以看到这个黑瓦上面都有他当时工作的人的编号，就是有名有号的哈、哦。我特别应该这边写一个有，这里有一个编哈、哦，这是不同的制作的工组哈、哦。他们都是有名有号，就说这个不是你随便做的 ，OK， 你做出来这个东西假如有问题的话 ，OK 就找你这个组哈。你可以看得到，比如这边有一个天，哦，假如你要继续再用，有兴趣到那边再翻一翻的话，你还可以找出更多更多的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黑瓦就是这样子气质哈，就好像之前中。这个黑瓦呢，目前这个部分是不要的，真的是丢掉的。但是因为它已经有点破损了哈，所以没有办法用。那当初呢，拆这个围墙的时候，拆这个房舍的时候呢，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准备真的就是拆掉了。那也就是因为我们联盟在那边哇哇叫哇哇叫，好，结果呢现在有保存下来，有保存下来，就是说因为事实上现在台湾还有很多日式的宿舍，哦，以后需要修缮。以后需要修缮，那修缮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到这些黑瓦哦。那所以呢，目前文化局在这个部分呢、啊，说实在，对文化局本身并没有认养哦。那但是拆房子的看守所，他确实还是先把它留下来。那目前以后可能会先搬到那个台北看守所暂时保管。那事实上当时我们是希望文化局 OK 你就认下来吧，哦，那你就。一间把这个瓦片哈、哦、挑起来，以后谁要 OK 就谁跟你要啊，这样子。当然结果他老兄到现在还是没有动作，哦，那也许。那其实那个在市议会那个议员有质询过郝市长有关于黑瓦的这个部分，也质询过文化局长刘维公，他们两个都是承诺说要认养黑瓦，可是我们得到最后的结果呢，这个是认养黑瓦全部都是一个假字，完全都没有认养，就是欺骗市民。也亵渎议会的殿堂，好，谢谢。不好意思，那我们就黑瓦介绍就简单到此。那前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是那个陈祥石哈，这个就是说他现在盖起来是一个文化跟整个历史的意义在里面哦，所以它不是古建材，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古迹。正如刚刚在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候，黄瑞茂老师说，古迹不是一个东西，古迹它是带出来，是表示说它后面整个的历史。好，这个有什么地方它特别呢？第一，好，我们在赵西长那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石头哈、哦。好，我们继续过去。请大家催促一下哈，大家看到已经很感动了哈。那在教习场那边是比这边看到更多、更明显两三倍大的地方哈。也许等到6000年以后，看看有什么考古学家再来把它挖出来。但是我希望不是要等到6000年，哇，也许我们现在就可以保存了。好，那我们再往前面走一下，那这边呢，你也可以看到当年用台北的城墙石所做的基座。哦，刚刚我有提过，哦，这块也是，这个拆下来就是推倒了，哦，都被推倒了，哦，那我们再往前面走一下，哦，小心不要滑倒。你可以看到这里当年的宿舍，这是比较低阶的哈，日式的当年比较低阶的房子，哦，这里是它的教习场哈。其实，在那边也有宿舍哦。你可以看到它的基座呢，它的基座也是用这个石头所盖成的。哦，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这个东西。哦，但是在这一个监狱的范围里面，你可以看得到，除了城墙，除了当时犯人所住的房子，还有一些宿舍、水沟，哦，你都可以看到台北城墙石的一个遗迹。哦，放在这个地方，都在这里。哦，还有里面，哦，好，这里是监狱的整个区块。哈，当然基本上是官舍，但是我们现在身在这个地方是当时的武德殿，就是那个日本人练武的地方。对对对，那边一个台子被拆掉了。
要将它摆成法条线，他马上快把它灭。其实烟雾厂对日本人来讲的话是电影的地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许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虚伪的假象。烟雾厂就是从烟雾厂那边那些地方得的，对不对？不是犯人，是这边的日本的警察。哎，住在金监狱里面的，哎，当然也包括他有文官，文官也一样要进去，不光是武官 ，OK， 不光是武官，对，不光是监狱，所谓狱卒啊或者警察，不止这个，对日本来讲，文官也一样，要先进到那个岛里面。十二公斤。那你们现在用什么跑来去的那边几栋？弄弄弄，那边是没有保留，没有。那边有几栋，还有南围墙跟北围墙，就这样。就是围墙。围墙。东南西北的围墙，但是东边跟西边事实上早都拆掉了。然后他们说允许以后地下用，那事实上不要等到他去地下有没有挖出来。我们现在都已经挖出来了，对不对？因为水沟这是地下的啦，我们已经呈现出来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讲，文化局本身还没有工作。他们会判过一次，刚刚我说过，他们会判过一次，但是认为它是古建材。这个角度，那个角度。那重点是他们完全没有考证文献，我们考证文献，然后跟配置图叠在一起。那应该就是沉船史，他们完全没有去考证日文的史料，这是最糟糕的一点。凭他们自己过往的经验，其实我觉得显示文字委员非常的不用功、不专业。那他们那天只走20分钟，对，他完全没有全程走完。今天大家都已经超过文字委员，我们他曾经会看过好几次，到现在应该有三次，有第一次、第二次，跟今天那个刚刚那个水沟也来过，但来水沟会看的时候只有来两个委员。那以前的会刊呢，都是匆匆走过，从头到尾20分钟都不到。没有走到这边来。没有啊，这里没有。对，他走进来。建材差别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已经准备好所有的路线要怎么走，但是他们来讲，反正很多理由就是说啊要赶时间啊 ，OK， 那大约都20分钟随便逛一下。没有，就是讲说建材他才会把它保留，他把它搬走。那我们要他留在原地，不是说这边以后不能做其他的后续的再利用，只是说你不管是要怎么样的再去使用这块地的时候，这些遗迹留在当地，它是一个证据，它可以去跟新的规划融合在一起，就不要说是全部砍掉重练产品，就会看到这些黄土、这些黄泥，其实他们刻意运来。因为那块空地是烟雾厂，我们之前就是说基座还留着，将来要做不管是意向复原什么都还有一个证据。那他们在一个台风夜把它推倒之后，运了很多这种黄土，然后把这个地方所有的遗迹都填上去，跟我们讲说已经全部都毁掉，什么都已经消失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还在下面，只是我们当然不可能自己用人力去把它让它复原让它呈现这样子。那我们只是希望说，既然这些东西还在，包括那个阿哥你那些资料，就像那个最近就是公路总局要搬到东元街的新大楼，那他们新家那个东元街的原址，在日本时代就是日本的轻航机的制造工厂，一样使用了台北城墙石做他们的围墙。那工种那个历史就是他把那个原本的围墙大部分保留下来，然后把部分拆解变成组成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邻里公园的概念，就把他原本的老树还有里面的防空洞跟城墙都保留下来，那就是一个。相对我们这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那我们就希望之后就是无论什么开发单位要进来都可以考量这间原本的历史的纹理跟脉络，就会把这些珍贵的老树啦，还有我们看到一些已经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物跟一些城墙式的遗址，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留历史记忆的一个再利用。你想说我们去意大利的时候为什么要看那些古迹，看那些断岩的残壁？如果说按照那个台北市政府这样过去惯例的做法，台北相对于意大利的做法，人家为什么会是一个文明古国，那么多的人去观光，他就是靠这些文明资产吃饭的，他后代就是靠这些文明资产吃饭，对不对？
手，都是高者。